现在刚刚9:04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在这边所有的采访，然后还有就能够返回深圳了。那么整体的一个感受就是通关非常非常的快速和便捷。那么如果在一个上午的时间内想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之间，实在是太轻松的一件事情了。啦啦啦，我们现在准备回程喽。